贤妻，你这条狗很好啊。这件事情你办得也不错。大人过奖了，还望大人多多栽培呀。嗯，那他家的美人儿，这个容易呀。等我把那窦永恒定义死罪，那美人不就您就放心吧。还望大人在相爷面前多多美言呢。这个容易，只要这个美人到手，保你步步高升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你窦大哥他实在是冤枉啊。大嫂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搭救窦大哥，走。带接阴杀人犯窦永恒，带窦永恒。有人窦永恒，参见大人。窦永恒，你在白沙港拦路劫银，杀死解官，抢走饷银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大人，白沙港之事小人一概不知，定是那差人错拿了小人。本官自到任以来，上不欺君，下不负民，难道是本官诬陷你不成？小人实实是冤枉啊。住口，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供。来呀，有，把他拉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和尚因为贪赶路程，又饥渴难耐，可是又身无分文，是否可以？伙计，给添个碗。阿弥陀佛。来吧。哎呀，我和尚平时总是以酒代茶，今天嘛，也只好将就了。既然以茶代酒，为何还要长叹？是啊，说将出来，我等也好明白。是啊，有冤枉啊！哎，你乃出家之人，有何冤枉啊？嗨，不是我，是那窦永恒有冤枉啊！师父，你怎么知道窦永恒的？哎，想那窦永恒也是一条好汉呐，如今被官府抓去，是凶多吉少啊，留下娘子一人在家，是后果难测，岂不令人担忧啊？那师父有什么办法吗？啊，我已经派我的两个徒儿去打探消息，可是他二人也是无计可施啊。您的二位徒弟是？啊，一个叫陈孝，一个叫杨猛。啊，我二人就是啊。是。啊，你二人就是啊。是不是啊？那我和尚告辞了。
哎哎，师傅请回，师傅请回，请回。哎，师傅请坐，师傅请坐，快请坐。请问师傅的法号？啊，我乃灵隐道济。啊，原来是圣僧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请圣僧搭救我窦大哥才好啊。哎呀，难呐！岂不闻八字衙门朝南开，有礼无钱是莫进来呀。这场官司啊，难打呀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你们先喂饱我和尚的肚子，我喝够了酒，吃饱了肉，是自有道理。好，贤弟，你陪师父先走，我呀、给嫂子送个信儿去。好，好，师父来，快去给我打酒，快去啊！来，你先给我打酒去。好的，我在机上等你啊，你快去啊！走。教你们二人的话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好，都给我背上一遍。是，大人。王龙、王虎，你们可认识他？认识，他就是窦永恒。是他带领我们俩在白沙岗杀官劫银，我们不从，他要杀掉我们，求大人做主。是，好。要想活命，公堂上就不能背错。是，大人，那我们的死罪，本官自有发落。报告大人。这瓜不错，太大了。我要大的。这。师傅饿了吧？请用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说不出的愿望啊！来呀，啊，把他锁了，啊，走。大嫂陈兄，那和尚也被官府抓走了。啊，那你大哥他？大嫂，别着急，我们总得想办法把窦大哥救出来。干脆，咱们到殿帅府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。不可，你们这样去太危险了。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哎，你们，你们，你们凭什么绑我呀？来人！你们凭什么绑我呀？走。参见大人。窦永恒，你可认识他二人？大人，小人不认识他们。黄龙、王虎，你们可认识他？认识。他就是窦永恒。是他带领我们在白沙岗杀官劫银，我们不从，他还要杀掉我们，
求大人给我们做主。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，小人实在是冤枉啊。大人冤枉啊，冤枉大人，冤枉冤枉住口，冤枉住口，冤枉啊，住口住口。你二人有何冤枉？大人，小人不冤枉，是他冤枉。我们确实不认识他。白沙岗杀官劫银一事，确实不是他带领我们干的，他实在是冤枉啊！大人，胡说。王龙、王虎，在你二人刚才说什么？本官方才没听清楚。我们确实不认识他呀，不认识。他二人刚才说的什么？本官没听清楚。回大人话，他们说是窦永恒干的。是不是窦永恒带领你二人在白沙岗拦路劫银，杀死解官，抢走饷银的？不是不是，不是他带领我们干的。大人，这些不都是您教我们这么说的吗？他刚才又说什么？大人，他们说是。好，窦永恒，本案已结，来呀，当堂画押。是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！大人，我冤枉！我，大人，你要明察呀！大人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审我呀？什么时候审我呀？反了，反了！我们冤枉！来呀！什么时候审我呀？把他们带下去，把那个疯和尚押上来。是是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。哎呀，老爷，我和尚要拜你为师啊。拜我何来？嘿，你把我和尚的法术全给破了。我有何法？嘿，颠倒黑白法呀。放肆。嘿嘿，明明是好人，你却偏偏把他定为坏人。哎呀，你这个颠倒黑白法实在是高明得很呐。住口！你这个大胆的和尚竟敢讥笑本官。来人呐，有。哎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我肚子疼，内急，哎呦，告个便，我要出宫去。站住！你这个疯僧竟然在公堂之上污蔑本官。来人呐，给我打。是。慢，听不见啊。你是美人儿，可想上我了？谁不知我王圣仙乃是当朝宰相之弟呀。告诉你，窦永恒已经定了死罪，你就跟了我吧。好个狠心的贼子，竟敢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，还有王法吗？美人，老爷喜欢你呀。美人，别跑啊，过来，来呀。别怕，美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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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，我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竟敢欺负贫僧了啊！
娘子，你这是？官爷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娘子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都因为王圣先要霸占我，才勾结官府暗害玉妮。原来是这样，此事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娘子，你要赶紧准备一下，我们尽快离开这里，快。九千九百九十九一万。老爷，赶快传令，城门紧闭，捉拿逃犯到永恒。是。不好了，殿帅府传下令来，城门紧闭，到处捉拿于你。果然如此，大哥，快走吧。那你大嫂怎么办？大哥放心，我们自有安排。你放心吧。官爷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大哥，他们来了。大哥，官爷，他们要的是我，让我一死了结。娘子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好。哟，听说你们要出城，我给你们送两乘轿子来了。多谢圣僧啊。快上轿，快上轿，快上轿，快快快快上轿，上轿，多谢圣僧，快起轿，起轿，走。站住！王爷各位，我携内眷出城上坟，烦劳各位开开城门吧。臣爷，今日不比往日，殿帅府有令，搜捕逃犯窦永恒。你小轿要出城，我们得瞧瞧。我这轿里能存下大道吗？都是内眷，王爷，你要是在大街上瞧，怕多有不便吧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我们公事公办。即使这样，我们就不出城了。好，谢谢。慢。啊，今天你是叫瞧也得瞧，不叫瞧也得瞧。王爷，让开。王爷，让开。王爷，你给我让开。王爷，你这样，王爷，争什么争什么呀？他们要看我们的轿子。啊，对嘛，现在是要捉拿逃犯窦永恒啊，也能不让检查呢？这还是这位师傅说的有理。里面是什么人？是贱内。贱内啊啊，是贱内，打开看看。不是窦永恒。确实不是，确实不是啊。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，看看看看，打开看看，看看看看看看。这就是你的贱内？他是话没说完吧？是贱内的父亲。父亲。是贱内的父亲。看看那个。王爷，王爷，看了吧，不要看了，看看，不要看了，看看这里头是什么人？这是我侄女。是侄女。是啊，侄女啊。是，不是窦永恒？确实不是，确实不是。好，那怎么样？打开看看。好，这就可以了吧？打开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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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。
这个嘛还差不多啊，这不是拿我们打哈哈吗？打哈哈吗？哦，不敢不敢。我看既然不是窦永恒，那就哼，走吧。多谢。快打开车门。快是快走吧，快走，走吧，走走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蠢材，居然搜不到一个窦永恒，我的美人要跑了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大人，都是那个疯癫和尚搞的鬼啊！我，哼，我不管什么和尚不和尚，我要的是美人，还不赶快给我送来？是是是，回来。再出差错，小心你的前程。是是。哎呦！哎呀！哎，在那边，快走！快快快，跟上！来来，跟上！这事儿要想个万全之策，如若不然，啊，来了，这是您的，就是他，再看看本人吧，伙计，给我来碗茶。不知这幅画卖多少价钱呢？茶水呢？先生若要，20两纹银。哦，茶水呀！公子家中是否还有好画啊？家中还有，如果先生还要画的话，请随我去寒舍选购。好，请请。小妹，啊，请，请，谢谢。小妹，快快见过先生。先生万福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请坐。好。哦。好画，好画啊。姑娘今年芳龄啊，17岁。哦，呵呵，颇见功力呀。公子家中还有何人呢？我们父母早故，家中只有我们兄妹二人。哦，先生。这是先生的润笔，纹银20两，请收下。哦，告辞了。多谢。谢。快走，快走。好。走啊。
您放心，我这在严加搜查，他跑不了。学生又给老师找到一个更漂亮的女子。我不信。老师，请看。我不看，我就要窦家那个美人儿。老师，您看。老师，这可是绝代佳人啊！啊，您看这鼻子，这眼睛，你还看着干什么？啊，还不赶快给我找来！是是是，我就去办。就去办。梅公子恭喜呀，我家陆大人做媒，把令妹许配王圣先王大人为妾，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哥哥，哦，不不不，这事儿可万万使不得呀。啊，我们怎么当得起呀？此事是我家大人做主，怎么能推辞呢？少时花轿就要到门，请令妹快做准备吧，告辞了。小妹，干脆咱们逃走。逃走？你先收拾一下，我去看看，啊。嗯。啊，走啊走，啊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小心点，顾巧了啊。哎呀，慢走。哎。哎。哎呦。好。干什么你？找死你！就是，躲开！哎呦！圣僧，哎，圣僧，赶紧放心的走吧，我有急事要走了。多谢圣僧，不必不必，我去也。啊，圣僧，圣僧，快点快点，把新娘接回来，大人有赏。行，是，快点。我嫌弃了。师父千万给想个办法吧。好办好办啊，来，随我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你们看，是条小狗。你再看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是不是跟你一样啊？和小妹一样。嘿嘿，太妙了。
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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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见一见见一见。这怎么高兴不改呀？怎么样？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哎，好了，这样，他就随我走一趟。你兄妹二人好好收拾一下回家去好吧。啊，多谢师父。哎，好，多谢师父。走吧走吧，回去回去。谢谢。哎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多谢师父了。快快快快快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回来。快走吧，进去。快点快点快点。停下停下，冷静。啊，秦姑娘上轿啦。啊，出来出来。哎，走，上轿啊。请请请啊，好，坐好。快快快快快，骗老了，快快快。和尚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哎，我是姑娘的亲娘舅啊。哦，要不是我和尚，他焉肯上轿啊。啊，是啊是啊。舅舅来了来了。我的嫁衣呢？啊，都在里面呢。哎，快快快换上吧。好，起轿起轿起轿了。走走走走，快快快。舅老爷请。好走走走。啊，供方兄啊，请里面请。恭喜啊，恭喜。哦，敬贤老弟啊，里面请里面请。啊，伯公兄，请请请请。老爷，花轿来了。哦，老师，花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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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迎轿。在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。是。哎，大人，他是新娘子的亲娘舅啊。什么亲娘？原来是舅老爷呀。要不是我和尚，新娘子岂肯登你家的门呢？舅老爷，请里边请。舅老爷，请请请请啊。啊，里边请。舅老爷。他是肚子饿了。哦哦，饿了，肚子饿了。哦，饿了，饿了。来来来，吃一点，吃一点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请，请，请。真酒，来来来，吃。好，那就来点。好，请请请请。我就是专为喝你的喜酒而来的呀。啊，对了，请就来，请啊，请请请请。这个新娘子嘛，也只有你来销售。对对对。行了。一对问题团。
确是梅家小姐。大人放心，千真万确。嗯，不行，我得亲自去一趟，就怕那个和尚又捣鬼。去吧。好。师母，师母，先生特意再给您送些点心充饥。师母，请用点心。怎么样？放心了吧？师母，先生告退了，告退了。信了吧？是，我是为你这门亲事啊，你这个门生真是孝敬犬马之劳啊！哪里哪里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老夫我保你步步高升啊！多谢大人栽培，多谢大人栽培。你快去看看新娘吧，她要是等急了，还是有点小脾气的嘞。是是是是是是是，老夫告退了，结婚新娘又们也该说死了。老夫告退了，告退告退告退。美人儿，你等久了吧？来来来，帮老夫宽衣上床。美人，莫急莫急。美人，我听说你比画上还美。讨厌。美人儿，过来，让老夫亲亲。来来来，过来。啊啊！狗狗狗狗！您真太辛苦了。杜大人，我祝您步步高升。狗精来人呐！狗狗精来！你站住！你干的好事！你这条狗！
你跟我吧还是对的，跟我比跟他好多了。怎么又走了？到底是狗性难改呀。